同志们、朋友们，江泽民同志同我们永别了。他的英明、业绩、思想、风范将永载史册，世世代代铭刻在人民心中。全党、全军、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，出力奋发，勇毅前行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。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。